那我就先把那个大卫先暂时护送走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之后就会再把他带回来了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的，那请先登记一下。那个我们要先做个记录。哦，好，写这里就好了吗？对，对。好，啊，还有这里哦，哦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可以的，你的手续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已经将大卫护送到你的交通工具上了，哦，好，那我先走喽，好的，下次再来吧，拜，大卫，水鬼，那只水鬼想干嘛？你别想攻击大卫，你别想攻击大卫。不，谢谢你了。不会不会。那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嗨嗨，我是莫兰。今天我们护送了大卫，我们现在即将送大卫到 NASA。那在影片之前，可以先帮我点个喜欢、按个赞，跟谁讲话、那个我是一个实况主啊，对，我在跟我的观众讲话，虽然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观众了。哦，好吧，那继续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影片开始。好，那大卫啊，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可以先让我上传，不是交易，让我上传啊，上传，让我上传，让我上传。让我上传，让我上传，大卫，你有在我后面吗？有啦。那我们要走喽。好。那大卫啊，我想问你啊，为什么你可以知道有小行星这件事？都跟你讲无可奉告了嘛。好啦好啦，还有海豚呢，是海豚。话说回来，你要把我送去 NASA 是不是？没有错啊，因为我们要先让你看一下那颗小行星是不是真的是如你所说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里离 NASA 哦，整整3万公里啊！对啊，所以我们之后还要再搭别的交通工具过去啊，别的交通工具，对啊，这里已经到哪里了？这里是所罗门群岛。NASA 在美国所罗门群岛的话，那不是还有整整绕一圈半圈吗？还好啦，地球半圈不会到很久。我们先去那座岛上看看好了，前面那座蛮大的岛，顺便可以找到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知道那个小行星会撞击地，你确定小行星会撞击地球吗？没有错，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。看到，不是啊，没事没事，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不能说，抱歉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不逼问你了。怎么停下来了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会饿吗？还好。等一下上来给你面包吃。好。什么面包？普通的面包。好，随便。有的吃就好。
附近，那旁边有个瀑布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啊！你开车技术可不可以好一点啊？抱歉抱歉，我是第一次开，第一次开，我很那个，我很无言，我很，我不相信你可以，我很担心你可不可以开到我们的目的地，可以啦。相信我吧，好了好了，相信你啊。我们先停在这里，我先下船一下，天快黑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卫我来了，快点快点，天要黑了，好好好。啥？有苦力怕，好恐怖。苦力怕都不会攻击，都不会攻击你们村民嘞。我们村民就是守法公民，就僵尸会攻击吗？我靠，谁？是野妹，野妹，我们必须赶快找地方睡觉啊！怎么办啊？快跑，快跑！这里附近没有床。夜妹也不会攻击你们村民嘞、欸。不会啊，我们就是好村民哦。可以哦。谢谢。赶快睡觉，赶快睡觉。床打掉，床打掉。等一下，让我上船。大卫，我们离拉斯岛还有很远。如果你只用划船的话，你最少也要再划个七天。所以你说的另外一个交通工具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三天后应该就知道了吧。三天后，还有多久啊？这里附近都是海岛，所以这里的海岛都不会太大，都是群岛而已，这里都是索罗列群岛。虽然说是第一次开船没错了，但是是还蛮简单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怎么了，大卫？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来护送我，为什么是你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上次就叫我这么做啊。好吧，前面好像已经离开了索罗列群岛了、欸。对啊，前面好像是大陆的样子。
们往前吧。前面真的是大路哎，我看到村庄了，那个是吗？我们去附近的，我等下去跟附近的村民借一下，去借个东西。那个真的是村庄吗？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村庄，真的哎，我们过去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去村庄之后要干嘛？我是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个一夜，看那个村民要不要让我们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村民的个性来说，应该会让我们睡一下。希望啊。大卫，你等我一下，大卫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跟村民交谈一下。为什么会有海龟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来到了一个新村庄，究竟大卫护送到 NASA 之路，我们。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